建国，过来试试。那好了，好了，挺好，不用试。不是咋行，穿衣服要合身儿，就是腰身好像瘦了点。 你说说，整天在学堂吃饭，少盐没醋的，也不见瘦。<笑>这是啥料子？派丽丝，听说啊，还是进口的呢。咦，你说说，这如今不名字叫的也怪啊，得不少钱吧？谭娘，饭好了吗？哎，任毅回来了，给您买了瓶酒。 啥酒吗？三粮液，新出的。任毅啊，哎，净花钱，喝啥酒呢？二两猫叫下肚子呀，五迷三道的，净说敲鼓的话，犯死人。婶儿，别学又掰了，给，让掰喝吧。哎，还是眼皮新成掰。嗯，不错，好酒。<笑> 建国，啊，要考研究生呢。哥，哎，本来也不想考，可今年听说分配情况不太好，计算机专业人员饱和，很难留在大城市。反正大家都在拉关系找门路呢。我想来想去，只有考研究生一条路。等考上了，可以留校当老师。也好照顾家里。好啊，好男儿志在四方。 到哪儿不一样干呢？只要有本事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你懂啥呀？三儿到外地去，眼皮咋办呀？那不成了两地分居了吗？净出馊主意。三儿，考上研究生就可以结婚了吧？嗯，研究生带工资按规定可以结婚。那就好。等考上研究生，就把婚事办了。 以后啊，让燕萍疼你，娘就少操这份心了。哎哎，不行，仁义和建设还没对象呢，咋能让小三先结婚呢？哎，哪有大麦不收小麦熟的道理吗？你看你，真是老封建，都啥年月了，还说这些？仁义咋了？仁义不是和芙蓉挺好的吗？嗯，啊，侄儿您可不敢瞎说啊，我跟芙蓉没啥。嗯，这真没啥，还不好意思。不，我这是。 芙蓉不是常来找你吗？哎呀，那行了，不说了，吃完饭赶快到周老家去啊！哟，吃饭了？哎，先生吃了没？哥，别忙活了，吃过了。真的吃过。我一看摩托车就知道你回来了。那就陪仁义喝杯酒。好嘞。好，那就喝一杯，一杯就一杯。好。哎。 帮朋友跑生意，压个车啥的，出点苦力吧。总这样下去，也不是个办法，没个正经工作。像我这样，哪个单位敢要？一听说冬末大狱，就都摇头了。算了，我也不想上班，每月挣的百八十块的，能干啥呀？啊？呵呵，那倒也是。你没听人家说吗？ 现在这工资啊，像眉毛，物价像胡子，这眉毛不长，胡子老长。仁义，嗯，你开枪打过人吗？
打死的，也要打伤的。建设哥，哎，哥，哎，这个给你，这条给你。艳萍，这是啥呀？这都不懂啊？这是红腰带，本命年系上啊，能够辟邪，是省让俺编的，说今年你们都是本命年，一定得要系上。哈哈哈！封建迷信，哎，迷信迷信，不可全信，也不能不信呢。别说，艳萍编的还挺好看的呢。可费功夫了，你看啊，这三小股并成一大股，三大股啊才能编成这腰带，这叫做三三见九，九九大顺，吉利着呢。艳萍，艳萍，哎，来了，哥，我出去了。干嘛去？看电影。我也想哪天有空去看场电影。哎，现在只有谈恋爱的人才去看电影。哎，要不就领芙蓉去。净瞎扯。才不呢，我说的都是你的心里话。哎，真的吗？啊，走了火。同志，我存钱。对不起，下班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晚上请你看电影，都谁去啊？艳萍、建国还有建设，他们都去。想干什么？我追我妹子。哎，芙蓉，芙蓉，哎，哎，芙蓉，哎，你生气了？啊？你不说艳萍他们要来吗？我骗你呢，其实我就买了两张票。我没想到，连你也会骗人。不是怕你不来吗？错了，错了，行了吧？那走吧。艳萍，
天都这么热了，还织什么毛衣嘛？线都拆了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打好了冬天再穿。是给建国织的吧？哎，燕萍，建国快毕业了吧？啊，七月份就毕业，还说啊要考上研究生，还要上，那得多大学问呢？哎，燕萍，你可真有福气。有啥福气？有个豆子。咋没有福气？改名建国当了教授，你可就是教授夫人了。教授教授，越教越瘦，我才不稀罕。燕萍，你可要小心，知识分子肚子里弯弯肠子多，保不齐他一变心，你可留神建国甩了你。建国啊，才不会变心，他是啥人我清楚。哎，这还没咋可就先护上了，就是到底是青梅竹马啊。燕萍，胡说八道，没正经。哎，大家静一下，厂里啊让咱们车间选先进生产者，大伙看谁合适呢？选李艳萍吧，看她还可以。对对，就选李艳萍吧。李艳萍吧，大伙选你当先进个人，你没啥意见吧？哎，别选我，别选我，我不够资格。我看呀，大伙都够资格。你呀，什么都好，就一条，开会的时候呀就干私活，下次开会啊不许打毛衣。哎，主任，他可是给未婚夫打的。宋玉审科连长，出来！这口供很重要啊。哎，你到哪儿去？忙活这么多天了，回家看看。该不是要约会吧？哈哈，那可说不准。哎，仁义啊，干嘛呢？想买点东西。啊，买收录机。哎，家里那台早该换了，我帮你挑挑。哎，我还没想好呢。哦，哎，那咱回吧。我等个人，你先回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嘞。哎，李仁义在哪个派出所？市局。内勤。刑警队。哇，混得不错。嗯。哎，我说建设，你可得把他拉扯好，以后真有用。算了吧，我告诉你，你是没犯在他手里。犯他手里啊，照抓不误。嗨，抓谁还能抓你？哎，你俩啥关系？铁哥们儿。就是抓了，也能放你一马。我可不知道这个，就是他放了我，我也没脸见他呀。这是有钱的主，光那提包就值1000块钱。我就捅了你，跟我走，走。
是。放开我！出去把门打上。好嘞。哎，给我找根绳子。好嘞。放开我！你这流氓，你要带谁？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好嘞。看一下再知道。队长叫你。哦。刘子，这种小事也得咱们去办。是的。局里准备抽调四名最优秀的刑警来协助你。哎呀，杀鸡用牛刀。那姑娘谁来？市长的女儿？说出来啊。你都不会相信，是省长的女儿，而且啊，还是主管政法的省长。连赵厅长都发火了。哎呀，哎，你可得当回事儿，不然我可没法跟人交代。在咱们刑警队，我最器重你，你是天生的警察，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好，办得漂亮。别让我失望。有什么线索吗？这是派出所转来的，你看看。有什么困难，你尽管张口。总之一句话，两个星期内必须结案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仁义。嗯，有什么问题？没什么问题，我不需要人，什么都不要。你说什么？这个案子我自己办。仁义，你可别胡闹啊！明天我本人给你带回来。也许今天晚上，燕萍，你还给谁织过红腰带啊？没有啊，你问这干啥？再好好想想，单位的同事、熟人。我呀，就织了两条，一条给了你，一条给了建设哥，这你都知道的呀。哥。你怎么了？生病了？这红腰带啊，得系上才能辟邪。这是建设的。啊？他偷了一个姑娘的钱包，用这条腰带把人绑在了洗手间里。怎么偏偏会是建设？怎么会是他？哥，你管这案子啊？别人知道吗？哥，你打算咋办？等他回来，带他走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只要你不说，胡说！他犯的是国法，谁也放不了他。哥，算我求你了，别抓建设。
哥。嗯。他回来了。他半夜就回来了。哥。上班去吧。你还是要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告诉白和婶儿。先生，来了，快坐。嗯。怎么才来？来，喝酒。这两天风声特紧，上次咱们抢的丫头是他们省长的女儿，警察到处找眼线，撒着网子扑呢。今天晚上我就走，先生，你也先躲一躲，避避风头。仁义，你也来吃饭？不，我来还给你一件东西。你把车停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我知道你跟建设是哥们儿，这案子我一个人担，你放建设一马行不行？当然，大不了坐几年牢，这点哥们义气我还有。你把铐子打开，到了局里边你就往我一个人身上推，我不让你为难，这总行了吧？仁义，我要给你请功，这事儿啊办得真漂亮。有烟吗？啊，有。哎，你不是不抽烟吗？现在想抽吗？今晚有行动？刚才接到通报，两名歹徒在华光机械厂武装部盗窃了2支54手枪，还有大量的子弹，杀死了值班员以后逃跑了。我们刑警队接到命令，要马上搜捕罪犯。哎，仁义，你太累了，休息吧。什么时候出发？马上。目前全市已经张开了庞大的搜捕网，罪犯持有武器，十分危险。如果不能及时的将罪犯缉拿归案的话，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。根据情况反映呢，现在目前罪犯依然在市区里边逗留。我们刑警队的任务，就是要控制和搜索钟楼附近的繁华区。罪犯一旦在这些地方出现，我们要迅速将其逮捕。其他地区呢？其他地方有省厅直属队、市局刑警队及武警和防暴警察都参加这次行动。
罪犯的相貌特征和身体特征发过来没？还没有。根据技术科的同志进行现场勘查以后的结果，两名罪犯均系男性，中等身材。华光机械厂的同志反映说，大清早有两名男子进入厂区，行迹比较可疑，其中有一个呢穿的是方格衬衣，情况就是这些。这可麻烦了，满街都是穿方格衬衣的人，让我们到哪儿去抓？凭什么去抓？凭你们跟罪犯打交道的经验和感觉，这还需要我教你吗？好了，两个人一组，换上便装，准备出发。他们上公共汽车了，追！他们要下车了。报告我看过了，队里决定让你停止检查。是，我服从组织安排。这阵子你也太累了，正好趁此机会休息几天，千万不要有思想包袱啊。是。哥，还没睡会儿啊？睡会儿就好了，别再想了。睡不着。你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，天大的事，睡觉就好了嘛。来，我来帮你铺床。彦平，建设的事儿，白和婶知道吗？别告诉他。哥，嗯，你开枪误伤同事的事，是不是和建设有关？哥，这次啊，可能会受到很严厉的处分。我相信你，这不全是你的错。就算你被开除公职，你也还是我的哥。好了吗？好好睡一觉。刑警都是这样吗？经常会碰到危险。哦。那
猜，如果他们先开枪了，躺在医院的可能就是你了。也许比这更糟吧，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，多半面对的都是凶恶的罪犯。那他们手里面都有枪？有，而且他们总是先开枪。仁义哥，往后你要多加小心。哎，大家都会为你担心的。出了这事儿，我也很遗憾。你是个很出色的刑警，我很器重你。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局里也不准备处分你，但总得有个说法。你调走恐怕是个比较合适的解决办法。不让我干公安了？没那么严重。目前各派出所也需要补充力量。坐。我非走不可。那倒也未必，我主要是想让你在基层锻炼一下。在咱公安局干，没当过片警，那可不能算是真正的公安。你从学校毕业就进了刑警队，接着茬，补上这一课。队长既然这样说，我服从。你想去哪个派出所？城里有很多派出所，条件都不错，你挑一个。我会到北。请进。仁义，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河南人，其祖辈是抗战时逃荒过来的，血缘关系、人际关系都比较复杂。你是在这儿长大的，这些情况你心里最清楚。是的，我知道。道北的人呢，义气、勤劳、热情，这是优点，但同时也粗鲁愚昧，不懂法不知法，一人犯案众人说情。我很欣赏你对待建设的态度，虽然你抓了他，但我觉得你是真正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刑事拘留，拘留期满归咱们派出所监管。建设，建设，
放生。你是来抓我的吗？我又犯法了吗？哎，看清楚，现在我自由了。我接你回家。我不用你接。跟我回家！你别碰我东西！别仗着你是警察就可以胡来。脱了这身警服，我不怕你李仁义。好啊，我给你机会。这是非法监禁，你他妈凭什么这样？凭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凭你父母把我跟燕萍抚养成人，凭咱们在道北受苦受难吃糠咽菜，够不够？凭什么？你他妈说凭什么？就凭这个！